正二号完成了转位实验、手控遥操作实验，等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，为后续空间站建造阶段，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提前的验证，积累了经验。这次他撤离之后，完成后续的一点任务之后，就将实施受控离轨。虽然有很多的不舍，但是我们还是预祝他能圆满完成任务。